在这边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今年年初，美国的一个军队的一个高级参谋，他的海军陆战队司令的特别的决策项目部主任，谈到这个钓鱼岛问题，就双方军队怎么来看这个问题。当时主持人就问说，你们怎么看这个，双方怎么看这个钓鱼岛，各自代表各自的这个军队，当时我们都是个人了，发表个人的观点。我说钓鱼岛这个问题很清楚，从历史上看就是我们中国的。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级参谋人员说，我们美国从来不看历史。我说，那你不看历史你看什么？他说，我们看现实。我说，现实是什么？他现实那就是一堆石头。我说好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按照你的思维方式，你说他这一堆石头，我说我现在告诉你，这堆石头是我们的，我要把它拿走，你怎么办？他说，那日本一定会和你们发生冲突乃至战争。我说，这是肯定的。我说，我现在问你怎么办。他说，那我们和日本是盟国。我说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这个对我不重要。他说，我们有出兵的义务。我说，我也知道，我不在乎。我说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也请你转告你们美军的总司令，你们美军绝对不敢出兵。他就笑了。他在我们的一个大学在读博士，国际学，国际学的这个博士。他说，为什么？我说，60年前我们已经证明了你不敢出兵，你出兵就是这个结果，大不了还是一场抗美援朝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但是，你们在这样一场如果在和军队发生的这个中国军队发生的战争当中，你们将比上一次败得更惨。他说，为什么？我说，那我们退一下。如果钓鱼岛你美国敢出兵，我说钓鱼岛就是中美之间的战争，对不对？他说是。我说，日本就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意思，他会退居幕后。他说是。我说，我现在告诉你我们的底线，我们中国军队绝不承认失败。他说，我们也不承认失败。我说，那双方再打一个平局。他说，平局什么意思？我说，我告诉你平局什么意思，这个平局你们承受不起。我说，第一，你们有能力把我们的沿海很多城市全给我们打烂。我说，无所谓，我们承受得起这个损失，大不了我们到西部我们重新再建，反正我们是第三世界嘛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穷人，无非再回到穷人的状态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说，但是你美国要付出的代价你要认识清楚。那第一，你驻亚洲太平洋所有的基地，包括你过来的所有航空母舰集群，我们将给你打得片甲不留，连一块砖头都不剩。我说，你相信吗？他说，有这个可能。我说，不是可能，是肯定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，我们解放军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我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底线。我说好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知道会出现什么吗？我说，第一，在我们中美因为钓鱼岛发生战争期间，普京一分钟都不会耽误，会重新复活苏联。我说，你相信吧。他说，有可能。我说，不是可能，你我都了解普京。第二，伊斯兰的反美力量会结成统一战线，你们的力量将会退出中东，这是第二个吧，这也是必然的吧。第三，日本会崛起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你说的都有道理。我说，但是还有一张牌我还没有抽完。我说，在我们东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这个军事对抗的这个期间，我们还会提供伊朗他想要的东西。我说，你管不住吧。我说，这是你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？那就是说，在中国之后你将还会有三大敌人，三大对手。我说，这个是我们变成了一个伤兵，而你变成了一个瘸子。我说，你知道瘸子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一条腿，一条腿你要和三个敌人进行决战，你有把握吗？他想了半天，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战争不是我们的选项。我一下子就发现了，纸老虎还是纸老虎。